加一个辣菜，因为福州人吃饭都特别清淡，就是我感觉我不吃辣的就跟没吃一样，所以我想尝一下。非常大，差点把我手烧了。加那个过凉水，非常能粘锅，多加一点。咱们有四个鸡蛋，所以油可以稍微多加一点。小火炒，那鸡蛋就不会炒了。好，把面里的水。三包面的话，两包这个辣酱，这个辣酱，这个辣酱真的很辣，就是大家都应该都吃过，后劲儿特别辣。我会放这个海苔和芝麻，关火。我没想到是不是可以。
多面，我一共炒出来几个火腿。不胖的，一点胖。好，那他是说是他不会胖，可是不是谁啊？是好，谢谢。Hello， 我给你们加了一个餐，哇，这么多，哇，这是大碗面。你看这个碗，它又大又圆，但是它不够宽。是火鸡面吗？是火鸡面，火腿、鸡蛋、炒火，你可以尝尝。哇！你有大碗，我没有面。哦，好辣！你放的是全部的调料？没有，还加了别的东西。有那个老干妈。对，有老干妈。啊！火鸡面还加老干妈？你确定你放了特别多，辣不辣？辣的放的其实很少。那好，快尝尝，快尝尝。我们鸡大厨要不要介绍一下？这个面是吗？对，是来快点，这就是一个火鸡面，就是火鸡和面，当然没有火鸡。这个加了餐。哇！就我之前我自己是经常喜欢煮，我怕一饿会炒着吃，炒火鸡，就是炒吃完就本来还挺困。你把方便面做成一种不方便的做法。